主播还是要有个强大的一个个性。今天我觉得几个面试的人里面，朱亚琼她今天的一个气场，她的那个笃定气场没有出来。我觉得做直播间就像我是这个主人，我来掌控所有的一切。但是今天那个谁就有点像客人的感觉，他感觉我不小心闯进了一个房间，自己还都没明白，然后才发现自己是主人。哎，你说这四个直播间你会进哪个？就刚才那四个直播间你会进哪个？我会进朱亚琼。朱亚琼她今天的一个气场，她的那个笃定气场没有出来。我会进朱亚琼。你呢？曹小亮。你呢？进舒怀。我会进曹小亮。哎，还是不一样，每个人选择还是不一样。因为我想看他那么忐忑的样子，后面他会怎么处理？就有没见过一个那么弱生生的、那么怯生生的一个主播。我想知道他后面有没有让我值得那个就期待的，但是如果是那个第一的话，我觉得他太熟练了。没有关注我的赶紧关注起来，没有点亮我灯牌的也赶紧把我的灯牌点亮啊，因为现在熟练的主播太多了。我们是消费者的心态，朱丹其实是同行的心态。